南投县月上乡本麦国中新的国立初就25年研究嘞，也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人才。为了本国立初就海南好嘅发展，学校特别请毕业嘅学生啊，转到木教来做教练，希望打破学中带领学习嘅方式，鼓励学生啊领导来学习，也老培个提起嘅声音呢，创造海南多元发展嘅目标。再多分数，压制就没了。懂吗？然后去做新教练的林彦杰，目前含头托学士班，进前就会被门怪中那么有教学的先修。然后个教长又是林彦杰托托学的时间怪文先生，所以得把将到母教本先生学生的关系变作同事，希望那么有教学，使得变作好教的特色。自己也会用自己所学到、所看到的经历，那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方向来引导他们。怎么可以不给他机会回来现场做第一线的老师？我希望北美国中的脚力能够传承，能够在自己的校友身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看到声音都长期行用心练习，上班下拢会有了了超强的情形。不过声音拢无因为安尼歇困，颠倒都简单处理了后，继续练习，希望维持个大好基础。林彦杰表示，为贡献自家所学到的来带领学体，本大家有达标的目标。然后想说来练一下，然后就爸妈反对就算了，然后我就坚持我的想法，想说我来练脚力，我决定拿一个好成绩给爸妈看。为什么练这个受伤，然后我还要一直练，就是因为我决定了我要做这件事，然后我就要永不放弃这样子做下去，这样自己所学的东西，然后回来母校，然后教自己部落的孩子，然后让他们练脚力，能改变他们的人生。其实参加南野高区当辛苦，除了当日早训7点练到8点，刷紧上课。到比赛之前，教练还会要求两日要练习，希望经透过学习成长，使得累积更加多的经验。到比赛场上，为自家也为学校展示好成绩。客家新闻李鹏琪南投报道。